啥时候和宁宁认识一下？我上回本来可以见到她的，那天正好有事情就没有见到，可以认识一下呀。但我有很我都有看那个 aespa 的舞台，就你们可以帮我转达一下给宁宁，我也挺喜欢她的。可以的话，就是你可以，就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不太那个好意思，加一下我的微信，对。亲爱的，带我去看雪好吗？过完这个。